婷带来精彩的表演，哇！从她的这个舞蹈当中，真的可以感受得到，小婷一定非常非常每天都认真的在练习这个舞蹈。尤其是这个传统舞蹈啊，包含她刚刚的这个手指方面的细节啊，都非常非常的精彩。哇，看到她的成果真的是惊为天人，而且呢，大家都拿出这个手机相机啊，看得目不转睛的，非常的精彩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邀请的另外一位家庭组的获选者，他是赖以轩。我们先欢迎以轩来到台上。但是呢，以轩他一个人啊，在越南的路上背着吉他自弹自唱，而且他在这次的旅程当中哦，非常精彩记录自己学习的一切，他还自拍成影片来展现出他多才多艺的一面。今天呢，在舞台上，大家有发现另外一位是他的好朋友谢涵如，今天他们要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自弹自唱，曲名呢叫做《Men You the Bowser》。好，刚刚这个呢是越南文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自己？邀请大家，我们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。